白沙，蓝陵白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箱。这一栋的部分是他们的提示馆，然后他们有四个馆别，馆别里每个馆别呢都会有双人房跟四人房。好，那我们先带大家来参观这个提示馆他们的一楼的庭园房。他们的双人房呢名称就叫精致双人房。然后刚刚没有介绍到外面会有很有贴心的这个冲水区哦，因为它下面就是白沙湾的，如果说你们去玩玩水玩沙部分回来，就是可以在外面的冲水区先冲一下脚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是精致双人房一楼庭园房，房间的部分有16平大，然后这边左边会有一个沙发区行李架，沙发区这沙发区还蛮大的哦，所以这一间房间其实还蛮适合两大一小，对，或者两大一小一幼的。好，那如果说你们如果说要睡这个双人房的部分呢，就是你们可以加小朋友部分可以加210元的早餐费，或者是说你想要多一些被品，还有小朋友的枕头棉被，就是再加700元就可以，还有这些被品、枕头、寝具跟早餐。那如果说你不想会自备寝具，还有就是不吃早餐的部分，小朋友也可以选择不用再加价。我说小朋友还小的家庭呢，可以选择这个精致双人房的房型。好，那这边会有一个长桌，看到了哈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看到了冰箱里面，小朋友啊，其实每次到房间就是先开他的冰箱。哇，还有饮料哦，有可尔必斯哦，有两瓶水跟2瓶饮料。对。好，那茶包桌上部分还会有2瓶矿泉水跟一些咖啡包、茶包。我看一下，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？哇，薰衣草茶包哎，还有呢，玫瑰花茶，还有奶茶。还有咖啡，啊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床的部分，床是大概是双人加大床，所以大概有180，好，180乘210左右，很大哦，嗯，好，然后这里的质感非常的好哦，很大的液晶电视，对，电视，然后它的这一边是大概是2-3年左右，所以是非常的新，质感非常的棒，哦，又看到桌子了，哇，小朋友的那个书桌又来了，小朋友书桌又来了，大人呢就是家长部分在这边 notebook 啊，哦，要做一些工作上的事情都是很方便的，哇，那个台灯，这个台灯好，好不错，还不错哎，非常的用心。好，然后这个是一楼的庭园房，好，所以它外面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庭园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好舒服哦，好凉哦，就是如果有小朋友部分啊，或者是长辈，其实可以选择这种一楼，嗯，一楼它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庭园，然后草地，小朋友可以在那边吹泡泡啊，还是你要玩球啊，就这里很适合，丢出去，适合小朋友在这边，对，很舒服哦，有没有听到鸟叫声？哇，坐在这边好舒服。对啊，风吹好舒服。对，又可以看天空。对啊，肯定天气非常非常的好。哇，好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浴室区。所以它的双人房16平大哦，16平。16平，哇，这个房间真的好大。好舒服哦。对。书桌啊，床啊，还有沙发区都有。哇，住这间我们的住宿券。才3990，三千九，对，3990，3990吗？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浴室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浴室区。浴室区的部分哈，就是会有很一样，就是我们这边从台面，就是会有很大的、很长台面的洗手台，洗手台。然后看一下，香皂，就是香皂部分也是有的。好，那就是会有毛巾、浴巾，然后他们的吹风机。带大家看一下这吹风机，然后还有一捆就是备用的卫生纸。好，飞利浦的吹风机，1350瓦的，所以我是觉得是够用的。像如果像这样的吹风机，我就不会再自己带了。好，所以放心，不是壁挂的哦，因为这里其实是走高质感的。嗯。好，那垃圾桶，然后哇，他们的沐浴备品看到了吗？这个是很好的牌子哎，法国的品牌，蜂蜜洗发精，这个也蛮贵的哎。洗发精还有沐浴乳，洗发精、沐浴乳啊，哦，这个就是可以带走的哦。哇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我好喜欢哦。你看，非常一个小化妆包哎，然后你看非常的精致。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，里面有牙刷、梳子。
浴帽、刮胡刀、棉花棒，还有牙线棒。这个就是可以把它当成是来饭店啊，来来领白沙的一个纪念包，非常的精致哦。你看看，其实我们吃那么多、哦，基本它真的没有饭店会提供，会提供这样子给房客，对，非常的贴心，非常有质感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左右手边的部分，就是一间独立一间的马桶间，好，独立一间的马桶间，非常有质感。好，那我们慢慢的，我们带到。左边会有一个放衣服的衣篮，好，哇，这间好大哦！哇，淋浴间有浴缸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这个浴缸好，我好喜欢这种淡型的浴缸，很大。然后淋浴间，所以这一间其实非常的宽阔，就是要放婴儿澡盆啊，或者说其实就是爸爸妈妈想要帮小朋友洗澡的部分是很大间很宽的，不会是挤到没有位置。然后你看外面就可以看得到。外面的蓝天白云，它有自己的庭院，16坪哦，他们的双人房就有16坪大。嗯，这个浴室也很大。对啊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边的门，其实这边，对，这边的门呢，它是可以，它还有多做一道门，就是说你在睡觉的时候，或者说想，就是想要把它隔开，就是房间跟浴室区把它隔开，哦，就是。上厕所要洗澡，吵到外面的人，就是这里会有一道门。哇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再看一下这边16坪大哦，喜不喜欢？哦，16坪大的精致双人房，一楼的庭园房。好，这边有沙发床。好，外面帮我们带一下，非常有质感的，拿你拍下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